Lamba biru tu.换电八九六比八，换电八九九比六，二比零。得分十比六 ，Gamble 左边。这个代表他接到。缩组黄俊尧，七比十。那边。七比四。没有，还没打。啊。Gentle 黄泽凯，直接进去，别走，还在这。零比零，黄泽凯先发，零比零，比赛开始。六比零。换边发球，一比零。换边吗？九一比。好。七比一。得分二比一，左边。太远了，太远了。八比一。左边。得分三比一，右边九比一，成熟之后会比较好。得分四比一，左边。得分五比一，右边。后来，像未来可能会打。旁边二比九。换边发球，二比五。换边发球，六比二。三比九。左边。当然了，七比二，八比二，四比九，换边发球三比八。分四比八，十比四，对啊，精彩变慢。亮女直接那时候赢过秦安的时候，有些精彩片段，就是那种。分五比八，换边输给了五比十。那个秦安，亮女多少用？对啊，反正啊，这个画面，但是后来。换边发球九比五，六比十。我不知道啊，真的，老叶赢了。今年这次终于有机会晋级了。换边十比五，徐申翔十一比六。缩组黄俊尧六比十，
match to 王哲凯。六比二。
小心啊。七比二，这个要打上黑组冠军，很容易。冠军，我们要冠军。啊！八比二。旁边三比八。摩擦力的大小。
分了，第一个摩擦力大之后，然后就先下。五比二，抢快攻，头发都痛快啊！不是，拿不起，不是，用新球比较。六比二，比较不会过分，速度会降降一点。花莲三比六，这个球还有金牛锅骨还在。第二局陈文林发球，花莲七比三，零比零。进化就会就会慢，所以8比3，慢慢进化就会变慢的。因为我觉得南京南京是好吃的，中华也是的。缺八还没到，4比8，他还没到，我们要到第一，没挡到。都可以。对，好。1比0。5比8，林东，1比1，二边9比5，林东，2比1，二边6比9。3比19，加油啊！8比9，4比1，5比1。6比1，旁边10比8，他自己多，好，best to 红色，好，